我们现在睡在水层上面哦，在湖上面，在池上面哦。妈，你在吃什么？一直吃土豆。要买了，现在要买没？ 有donut，有披萨，有这个，还有。有个酱啊！还有罗蒂酱奶。罗蒂酱奶有个酱啊。有，还有那什么？不是那椒面而已，是个酱。嗯，你们要什么水仙？我要个酱，我不要辣椒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应该是有点辣椒的。有点辣椒的个酱。 来，你要了，地球那一张。我要不要土豆？你要donut啦？还要donut。那是什么？早餐。到五点，有湖有水，下雨。看我问你啊，吃完了？哇，这是什么？还要吗？好吃没有？你吃什么？donut。 小汤圆呢？小甜甜吃什么？donut，好吃吗？<笑>还有很优美的音乐厅耶。转去外边。嗯。 这是洗手盆，坐在外面。耶！你洗不很洗啊？又吃水果。 Tinggal atas dulu.
等我。 这座山就是昨天我们去的那个 Gunung Kerang， 小马姨，这个就是 Gunung Kerang。 石头是怎么的感觉？这个石头硬硬的感觉。我给大嫂头，你伸手，你伸手，这样子。我扶你，你手伸出去，你不要，别我走了咯。你手这样子伸出去，我扶你。我弄他的啦，我扶你。 到你成熟的时候啦，就是金黄色的，你知道吗？它不是彩稻米，这个就是金黄色哦。我们这边那个，我们看到那个大山那边。Thank you，大姐，Thank you。还有，黄色白皮是在这里咯，看到没有？黄色白皮咯。然后那边青青色呢，就是还没有熟的，这里黄色就是熟了啊，熟了的稻米。你看那边青青色。 哈哈，你在那转呢？还有彩虹，还有彩虹，还有 rainbow， 这个，你看，下雨，它这样子，这样的话就是下雨了。二三。 One more try. 再来，多一点，再来，多一点，再来，多一点。要吃饭了吗？你早上没有吃东西啊？ 所以小朋友，你们在吃饭的时候，每一粒都要吃完，懂吗？懂吗？啊，人家种稻是很辛苦的，明白吗？会吗？饭要吃完，懂吗？知道吗？知道吗？其实我两个老师，两个老师。两个老师。
好的，我们来参观下一个。鱼，除了人会吃稻米，还有谁会吃稻米啊？老虎，还有，。会吃掉米呢？虫，还有老鼠，还有蜗牛，会吃掉米。